主料鲜草粉50克，辅料水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鲜草粉，倒出粉末，加放凉的白开水拌匀，要求不能有粉末留存，不能有结团之类，然后将开水慢慢倒入里面，开小火煮，大火会一下过快，所以小火慢煮一下，一定要搅拌搅拌搅拌沸腾中，然后就放入容器放凉就行了。我事先自然是温太慢，丢冷藏室了两个钟头，吃的时候拿出来切块，加入奶茶或者绿豆汤都可以。烹饪技巧，要小火煮，不能大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